云彩，哎，云彩，阿娇，那么开心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没接你嘛。哎呦，我打你电话你都不接。你在手机上你看到吗？你在干嘛？在吃啊。这什么？搞土豆啊。这土豆怎么是绿色的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绿色的土豆能吃吗？可以吃啊，都吃了好多餐了。你们还没吃饭吗？先坐一下吧，我马上下完了。你不留我吃饭吗？在一起吃的。炒什么好菜啊？刚才你先别削了嘛，我还有事情。还有一个你削完了吗？还有好多个，还有几个。等会你先过去吃吧。好吧，土豆炒什么？炒鸭子啊？啊，糯的。啊，糯的。炒不下了。杀鸭子是吗？所以看你来了。来。什么糯的？把鸭子开进去，快点。这什么鸭子？嗯。在家里。啊。那个鱼儿洗下。要什么？洗下水。我帮你弄水啊。哎呦，来！哎呀，慢点喽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呀，哎，我妈马上要生日了，还差一天就生日了。你刚才说的重大的事情，就是这个事啊？对啊，后天。你妈现在在外面跟我，现在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在外面跟你什么关系？你这话说的真好。你是这样吗？你是在家里的话，那我把我妈喊回来过生日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啊？嗯、多少岁啊？不是多少岁的问题，就怕你重不重视这个生日。那我们就是平常生日的话就没啥了。对，去年生日你知道送了什么吗？送了个二手衣服，我也是醉了。我看你今年生日，我看你送了什么东西。嗯，对了，对了。哎呀，其实这么送东西没必要的。你知道我爸妈对你多好吗？你生日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还给你做酒了嘞，还给你喊人吃饭了嘞。你呢？嗯，那哪需要什么喊酒做饭吧？不就是一起做事的，一起吃个饭吗？老子人品就有问题，我都没说了我妈生日。妈生日，我万一。就是回来的话，我去那买点菜啥的，行不行？要不回来？不回来？不回来就打个电话不可以吗？走开！这是谁家的狗啊？我家的啊。